大，哎，这真正啊、哦，真正这就是咱修道的功夫。咱要先顾忌贪嗔痴，刷道行，正经心的三毒较简单嘞。心的三毒比心较困难，刷道行，这个压制到发作呢。贪嗔痴，这较困难嘞。咱若要讲恶口妄语、欺侮良舌，这嘛好像无容易呢。现在人在咱的道场，有当时啊做伙就是咧讲是非，对不？有当啊，人讲啊，咧修道人未识打妄语，有当妄语搁一大堆，安尼就也修不起来。所以修道就是个时间。所以有做为人大师来讲，咱若会当弃毒是恶，因为西方路途是十万八千里，马只千万里，但是五只一步超。你若当领悟，其实是一步就超啦，一步可以达到。但是若未当领悟，千万里确定行未到。哦，遐伊都要讲西方的路，步出就是爱气度结实好，啊个发射。啊，心的三毒无气度，贪嗔痴一大堆，对吗？佮杀德油，遐个恶口妄语、欺侮良舌，安尼这无是我哩，这叫做是恶。啊，是恶，你袂当修行实现。安尼，这十万公里你难得，你不可能人听会到。但是只要是方啦，会当心做实现，安尼个一下子，咱已经行十万公里了。西方路途就是这样可爱，也那个会当气度发泄，哦，对他的邪心猛烈，这股悲情。咱们八千里一刻接到，咱西方路多大远，对不？也那是无对这去修，你干那妄想要转来西方极乐，要转来西方无极乐天，哪安叫做妄想？叫做妄想，你不要梦想，嘛叫妄想，你卖做梦，你无准要去补足。你慢做慢，你不管你修多修多久，这些东西没丢掉，你不要做梦，啊，对吧？因为你还是在苦海，还是在地藏轮回的经济，对，所以我们修道就真正爱用我们的真心的付出，好，也听我们前辈者的教育，咱一步一步爱安怎哦，所以这叫做修内心，也叫另外我们功夫。啊，讲内功完，外功完，啊，内够满。咱所有的也未多的人，咱也唔当去较多，拢无够开嘴。那安尼，咱外功未完满，所以咱度人。这是咱修道人第一件代志。相信咱在座有上公太太都请靠了啊，先生也未请靠呢。有先生请靠了啊，太太也未请靠呢。有啦。啊，今日上好的，今日当日生活的，也慢慢的度未来。不过讲来也不是遐简单啦吼。但是相信，咱要用心，就先过。都下一份功夫，咱要加落一份的功夫，将来会再把咱多啦。因为是做太太，这在要做先生亲靠，应该讲，足简单，很简单，因为助力的助。也许人真正会当讲啊，我对先生。
主人收到了后，你对先生的尊敬，对先生的关爱，对先生的包容，先生也发现说，哇，我这个太太，今晚来变了呢。较早时那上好保护呢，啊，今晚来变了呢。哎呦，看你个那上外一个男呢，嚯，我哥安尼个对我真好，还个真哩那温柔，个体贴，关怀，个疼爱。那安尼到先生抱起来，感谢呢。哦，但是因为有啊，你咧请教啊，你咧食菜啊，啊，即摆嘛是安尼照常。先生哪甲你讲，食菜啦，卖生花，当然即句话安尼甲你讲了，你就变遐个条啦，哈哈哈，就变遐个条，把你吵得真正吵到不能落雨，啊，蛮是安尼，对无？啊那安尼先生他有你倒回来，绝对倒。所以咱们大先生第一你哭了第一你真正人家说困到是上水水是上下的水不能顶管水是上下所以你学那个柔学那个上下先生不会就倒回来你如果这样就倒回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啊如果做先生的没多人倒太太啊，这嘛不怪，这嘛不怪的，哦，可能这种努力不久啦，哈、哦。不过爱尽心啦，爱用心啦，爱多付出啦。你若用心，有付出，无迄落话你做未来。是因为咱想到有阵啊挂一个名，啊，我咧食菜呢，啊，我这嘛清口啊呢，也干安尼，啊，都无真正去想到啊。修道就爱看清人，听歹话呢，那甲你欺凌，那甲你侮辱，那甲你谩骂，你何当人真修呢？啊，你俩无法度，啊，要去做啥？对无？这是最要紧的事情。所以，我阿时常在讲，咱现在社会，大家人拢爱家庭美满，甲家庭幸福，但是。你若无家庭，全部大事，开入道中，你要幸福免谈，你爱美满不免想，我感谢呢。因为这么社会开放，你查甫人无法度约束太太，你爸母无法度约束你的儿女，所以不行就是乱吵吵啦。而且呢，吼，所以这是真重大的代志。今日收到咱六十就是一千，哦，我还无啥物好道理通讲，对无？但是就是爱六十一千，爱用心一千，你啊时时刻刻为着要度你的家人，为着要度咱的周边的，你爱多用心。你有付出，你有多用心，真正老师拢会做的。那遇到困难，你叫老师。老师啊，我即摆安怎安怎？老师绝对做你，无迄个老师无做你，是因为咱无心，咱就得过且过。我食菜无名利，食迄个咧艰苦啊。有当时啊，看人咧食迄个挂苦啊，老天爷咯，对吧？安尼无名利，安那无名利变心得。无名利，你要修道就困难了。啊，所以因此啦，哈、啊，做参考啊。因为对咱本身做起修心，太要解答，啊，且爱用心，爱好好啊带动。好、啊，咱像现在真侪个中年人，哦、啊，咱的父亲在前辈家，伊拢会晓讲，哎，一定爱把这个。大多带入来各家庭，这若无带入来各家庭，无先为到这家庭，咱未来有出点麻烦。啊、哦，所以伊也要把注入，也好的是咱咱也好有法度，伊也好会听咱的话的时阵，赶紧赶紧，当可以会当达到前头，进入到这种真正差异度。
当然这爱付出，这爱多付出，所以但是想要变就是看你的念头有健康，你念头若有健康，做到会做好事，你念头若无健康，一直抱着怀疑，那安尼你的子女未来拢难共担负。我阿刚安尼讲，其实无记遐多年，无你家己，你爱担出。我就咱的祖宗，甚至我就咱周边作者，所以我们晓得哈，即使都三年大海波涛，咱叫这个福气啊，一定有这个姻缘，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讲到这里，而且祝咱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年就过年啦吼，春节几个月，即卖到月嘛吼，春十月十一日，啊十二日就到啊咧吼，剩两三个月时间，希望咱大家伫这个中间，今年的成绩嘛爱家己拿成绩啊，未使家己要拍成绩呢。我今年多几个人，我今年鼓励几个人。我今年是安怎？我今年有台湾无钱，拢爱家己，还是单纯子？爱家己去思考啊！以上，祝各位身体健康，谢谢。大众请起立。感谢点燃诗词杯前闹鞠躬，坤道鞠躬。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感谢。是由校本单位陈淑露讲师为我们慈悲人生的真谛。